今天我们来到了这段旅程的最后一站，我自己都难以相信维斯伯恩这个项目就要结束了。当我一年多前开始这个计划时，我觉得我会在大概30个教学视频中涵盖50首练习曲的内容。我当时甚至想都不敢想，我还能为你提供每首练习曲的演奏录像，绝大多数是整首练习曲。另外，我还做到了在教学和思考时间部分为你提供更多的细节，这些都是我之前没有想到能实现的。感谢陶森大学为我提供的教授休假时间，这使一切变为了可能。我要再次感谢我的学生们为我录制了13首练习曲，没有他们的帮助，我不可能完成这个系列。我觉得在你完成了这50首练习曲的时候，你需要为自己的成就庆祝一下。如果你观看了全部的教学视频并练习了，我为你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。作为最后的考察，在下面这些任务中选择一个录制成视频并发给我链接。一、第43首第9和第10行的4小节乐句，用3种不同的发音方式演奏32分音符5、3和1，并用5种不同的方式演奏16分音符5、4、3、2和1。参考我的教学视频 BDP 第151号，那里有更加详细的解释。二、演奏维斯伯恩高级练习曲第50首。请不要把视频用电子邮件附件的方式发给我，因为太大了。你可以把视频放在例如 YouTube 或其他网站上，然后发给我链接。下面是关于如何在 YouTube 网站上上传视频的信息。你也可以通过高伟，以前称作 yousendit.com， 将你的视频发给我。当我看过你的视频后，我会发给你一份完成这堂课的结业证书。我目前使用的邮箱是 tewell@towson.edu。在你的电子邮件中，请标注这些信息。亲爱的唐英伟博士，我已经完成了观看你的全套维斯伯恩巴松高级练习曲 OP8-2，并且完成了最后的考试。这里是我的视频链接，供您查阅。提供链接，请通过以下方式将结业证书发送给我：电子邮件附件或纸质邮件，并附上您的评语。如果你希望我寄给你纸质证书，请向我提供你的电子邮件或邮寄地址，并包括你希望在证书上出现的全名。我希望你的巴松学习和生活中的进步进展顺利。我很高兴与你分享这些视频，愿上帝祝福你。
Thank you.